卫生福利部今年推动三班互白比的新制度，也唔够伊和另外是指控讲新的计算方法，排除隔离够安宁病房是无法度呈现出真正的状况。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，虽然目前的计算的方法唔是无欠点，也唔够已经有真大的改善咯。副病比数据全面造假。卫福部还在装聋作哑。两大边的工会成员，大家做伙大声喊声抗议，提出实际资料加官方统计资料，讲到两个之间的和平比差偌济，批评卫福部今年所推动的三班和平比新制度，伫计算方式开后门，和和平比会当全面作假。隔离病房居然不计入户病比的之计算方式里面，我们要照顾病人，可是病人只要住在隔离病室里面，不管他是什么疾病，需要什么样子的照护，在卫福部的眼里，这个病人就是幽灵，你花费的所有护理时数就是在做功德。咱先来看台台病感染内科的户病比，卫福部甲基层资料有差偌济，第二班是1:3.8变作1:5.8，夜班组。1:7.7变作1:11.7，大夜班的和平比增加自1:11.5增加到1:17.5，关过实际医护能力。第一线护理师指控讲，问题就出伫咧计算有问题，因无算隔离甲安宁病房的人数，增加甲非主治护理师，也就是功能性的能力，也拢放入去统计。有7个版本提出来，经过半年。的一个试填6次的这个不同层级的相关护理的代表、医院的代表，大家觉得可行的模式定出来的，不是完美，但是就是目前大家觉得可以往前走的可行的方法。对护理界这个和平比跟真实无同款，卫福部也回应讲，当初甲专家学者等人拢有经过密切的讨论，才决定出采集标准，就算不是上好的，也依然在咧改进。有关和平比的问题，或者是怎么被主动的加班费的问题，拢会让伫咧护理这场紧急通报平台做反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